房东先生，我这全屋断电，手机也没电了，您能帮忙给物业打个电话来看看吗？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你跟我说你家停电了吗？你就是跟我通邮件的房东？你什么都知道啊？渣男！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你。网上的你，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。你这个线路啊，不难听。你现在既然知道了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就住16号楼，5楼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。